这张我应该也没打过。啊，好，象牙神殿，稀有怪，生命暴击，双头目，复仇。哦，开。这我们之前应该没录过，好，录一下。七十二双头目，我应该也还没解。一死双穿，差这个。OK 的。凡德斯守护箱子是哪一只啊？我上个联盟也没有打这张啊。这个我应该是跟人家进来解挑战的时候开起来的。通道。有啊，先放着。如果还记得，再回来解。喂，苦行，我又有图了。苦行也没打过吧，应该都不记得我有没有打过了。远古四级啊，好吧。莫名其妙一直掉图。呜、哦！炸完了才被吓到，好像也没有很痛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我记得以前被炸到都超痛啊，那个时候血量都太少，所以受不了他那个炸。看来可以改一下今天的预定内容，还想去打那个大决斗场啊，把它玩一下再，点进再来玩一下，看来不用去打那一张了，我来玩一下有45%，我觉得会死到没经验，之前打白图就死一次了。我来个奇怪的属性，不知道十几次。是我是这样说的。那这张 boss 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找不到 boss 呢？绕一圈了，这块没有。哇塞，高进本人。那闪耀什么属性？全阵数量死，稀有度21，哇，好猛，很猛的。全阵属性不错，底神，boss 在这里。boss， 好，我还有五个门。应该不可能解不掉啊！哦，还有五个门欸，只是金剑子可能有点心痛。这是什么普兰德斯箱子六选一？哦，嫩。王说太早了。把人定住啊！没水了。太卑鄙了，我没水了，又有水了。可以一死双穿。好，这个好像普兰德斯箱。神殿藏匿甲。哇，哦，大师的六分乙。终于又把我的通货页填上一格。可以塞吗？啊，
那怎么塞比较好？硬塞。其实这个最不值钱，但是看到传说就是想把它捡回去。这个可能还比那个值钱，可能啊，只是有可能。力量，哦，又填上一格，哦，插镜子没有填，太难了吧，镜子，就插那么一个镜子没有填上去而已。秘密通道。通货叶只插镜子啊，有可能填得起来吗？啊，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。丢钱，啊，来试一下慌，把东西捡一捡。不知道，这个箭袋不少。箭袋应该都装传说了吧？穿心啊，还有什么小会战？后面还有路欸，后面可以干嘛？另外一边的后面。眼睛看那边，滑鼠走这边，这边后面还有路。喂、欸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回到出口，挖了金字塔。好的，莫名其妙掉了一张瓦尔金字塔，然后回到路口。诶，不是嘞，咦，这是干嘛的？对，刚才那个不是 boss， 不要跟我讲，刚才不是 boss， 咦，是 boss 没错啊，这里是干嘛的？就一堆普兰德斯怪，然后嘞，没了。就这样，嗯哼，然后神殿通道，欸，通道有没有路啊？还是这关没设计完，还有后续？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哦，然后我那个这个一时双串也解完了吗？土特桥。有氧阶梯，一步一脚应该放弃了。腐化壁留下痕迹也放弃，突破裂痕也放弃，这样放弃三个。啊，还可以再放弃一个。我决定是你的裂痕君主，这个看 2.5.1 改版好不好解？进入裂痕这简单，箱子，这要运气啊。现在。1XX嘛，好像，可是好像有人收2XX，知道啊。如果我收，可能30XX吧。啊，再多我看看，如果解到35那个还没解掉，就可能会去收一下。这个简单，咦？咦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解完？现在25。对，25。26，这个很好解嘛。27，28，这个要运气。29，30，哦，这个也很难。
三一三二，三二，咦？我怎么觉得好像还缺很多格啊？不管了，慢慢解。还两个多月嘛，总会解掉的。哪那么多怪？木浪之港。还有一个生活，卖个东西再来跑。那可以直接卖掉啊。古博物馆我有没有解掉？看一下。博物馆。喂，应该有，这么多张。应该有吧？看看看看。博物馆有有有有。我猜月色 T9 的也解完。咦？不对啊，我刚才打那张月色是蓝色的。新车，真的。好吧，刚才打的是蓝色的。哦，我的宝钻快满了，可以来点一波点金石啊。可我点金不知道够不够。一页是144个吧，好像12乘12嘛，点金石不够。哦耶，那点金石好像还是很贵，到时候点个100个好了。刀，刀，那个喷刺的真的很烦啊！变慢，然后又一直扣血，哎，快死了！还好有怪让我打一下，这要走哪边？靠！我靠！奇怪，我怎么突然不会走这个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突然变这么难走啊？80等，好吧，等级比较高有差哦。只能当成是等级比较高比较痛了。所以说这里小怪我应该打一下哦。80等欸，经验值应该比较多很多。T13的怪物等级，冲冲冲冲！我想要去开开关。怪太少只了，可不可以多放几只？也不对啊，我也不需要经验值，不用放太多只。可以，有剪啊哦，有。然后还有14只，我要找啊，14只，走完了，还有14只。躲在哪里？十四只，十四只。
四只。哪里还能躲十四只啊？应该就是一小团怪啊。这边超有可能。那切成一格一格的。可是我应该有走完吧，边边应该走过了。没有耶、欸、喂，在中间，哦，没了。